不会用正太音。我只会半正太，没办法半正太音。晚安。加法真的好难用，我刚整了好久这个加法。我的加法搞了非常的久，所以拖一点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可能加法真的是困难重重。是直接发照片，我是直接用，没有，我没有忘记，只是在搞我的有点困难的加法，所以有点久。我刚才弄处理我的加法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长了，就是因为它刚来的时候是未剪过的，然后我就在修我的加法，超好笑，因为修了有点久，想要把我的就是刘海剪短一点。因为它刚超级长的，就已经遮住了我整张脸这样。我刚刚就在修整我的假发旅程，就是把它变短一点点。对啊，因为它原本蛮长的，也是啊，我脸确实太小。所以我刚刚就一直在剪我的刘海，它实在是太长了，它刚刚长到这里，然后我就一路修，把它修到这么短。没有，假发都是一个同一个尺寸的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痛嘛。我就这样。是奇怪的正太，哈哈，对，是假发，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头发？自己的头发应该会崩溃。就是自己的头发是可以剪成这样，但是蛮难剪，就是感觉会很容易剪坏。说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像正太的。对，我不是正太，我说本人不是正太，就是看起来就是男扮女扮男装的女生。我叫阿宇，阿宇是谁？阿宇，我叫阿宇。走错台了，快笑死了。那加一个小爱心。好坑哦，这个阿宇。卡住了，吓死我。不是的，而且因为他这个刘海没有很那个，基本上我会就是粘那个双面胶，但是我没有双面胶的东西，所以我粘不起来，就是它，我通常会把它粘在这，因为它会乱跑，就是它很容易往后退。因为我颧骨比较高的关系，所以我会用就是刘海，然后遮我的颧骨。但是由于我没有双面胶，在思考，因为想把它粘起来，但我又没有双面胶可以。真的没有双面胶，我还以为我有，但是好像没有。你家里有双面胶吗？好像有胶带，没有双面胶。很帅，这是正太。我有胶水没有？胶水。
是有那种专门粘假发的，就是很像那种叫什么什么胶，就是那个粘粘那个胶什么的，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很像会粘的白胶的感觉，但我忘记是什么。不如会有双面胶，就是应该很想贴双面胶，但是没有双面胶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帅哥台，帅哥台，今天是正太台。看久开始怀疑自己的形象，为什么会怀疑自己的形象？因为很像男生吗？是。也没那么夸张啊，什么东西？谢谢 C N 给的喊你一起，好难念哦，喊你一起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是正太风格啊，可是我想要双面胶，我想把这边贴起来。其实照讲，这边其实有点过厚了，就是会把它分两层这样子，是因为我不太会塑造我的那个头假发，所以我在研究怎么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奇怪。Hello， 各位，那什么主人安安。突然变什么奇怪的管家？我看来我还是可以出男生的嘛，不错不错。我有一个成就了，我可以出男角了，太棒了。可是我还在学怎么画男装，可是其实男装没有很，就是需要画太多。走吧，我们去散步，我们去散步 ，Let's go。好好，等一下，我好想问他有没有用双面胶，因为我自己没有。我就讲，一緒に遊ぼう。一緒に遊びませんか？呀，你们应该是欧波讲，不是我就讲，你们是小少爷。嗯，什么东西？画过浓眉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不适合浓眉，对，我是适合可爱的小正太妆，但我不适合那种比较霸气的妆容。霸气的妆可能不太适合。他们没有看过这造型，他应该吓到，说谁啊？我太敢，就是。那个他们还没有看我这个造型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我要是出现应该会吓死。什么夹发夹可以吗？不行，因为它其实没办法往内缩，所以它一定得就是用那个双面胶粘在这里，就是粘在两旁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用双面胶欸，感觉没有。我现在问，有点求双面胶支援那样，然后他们竟然会吓到，然后谁啊？这截图很帅，我超好笑，我朋友截那个我的男装，我很像什么奇怪的那个什么咖啡店的那个服务生。小正太服务生这样，好蠢哦！对，我会问一下宿舍有没有人有双面胶的东西。
打急诊双面胶，然后等下进来都会吓到，哎，笑死。玩领带，他领带可以拉吗？不行，嗯，不行，拉不下来，因为它是一就是一体成型的那种领带，所以它没办法调整，所以它是后面有那个松紧啊，就长这样，它后面就长这种，所以我不能，它没办法往下拖，有另外一个可以，可是这个的不行，所以就是长这样。好好笑的刘海，只是只能这样拉牙，只是脸不够长，脸不够难受，但是假发假发。下面人看到我的讯息，他们没有看那个，没有看那个，没有看手机。いいですよ。君の望みで。就是你，如果是你的愿望的话，壁咚。没有，他们应该吃饱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会一直跑掉，有点困扰。那个，等一下，听话，我需要买一个假发用定型的。太不听话，没有人看到我的讯息，好吧？那我知道，继续，继续处理我的讨厌刘海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是要去哪？行きましょう。是要去哪里？私奔吗？愿意，笑死。好的，接下来又是我们的可怕的恶灵古堡时间，会尖叫。完了，我真的没有双面胶，看起来有点不习惯。然后这一撮有点过长，然后我把它修一下。慢点。因为我今天是个男孩子，今天是个正太。这边好像有点过长，算了，之后再修吧。啊，如果有游戏片呢，换成了 FF15， 也想说太久没有拿起来玩了，因为我把我的那个资料移到了那个。另外一台上，然后呢，我想说好久没开了，开起来完全不记得怎么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。边跑边尖叫，我按到了。你家有 cosplay 主播谁啊？太多了，我认得的 cosplay 主播也蛮多的，根本不记得到底是哪一个。换一下游戏片，人中之，我还没玩呢。跟中中一样的语气是什么？加班米勒啊，这样吗？感觉就好笑、啊。DLC 我还没有用，所以就是还没有。
是我的 FF15 的那个片子。然后就 OK， 你先，手忙脚乱的。这个呢，那我现在是短裤啦，因为很闷，不想穿长裤。可以啊，直接开始骂，用日文骂。所以我今天要很正太模式，好，没问题。好难哦，正太模式的打游戏要怎么打？好，我努力。嘟嘟，我看进来的人会不会都想说谁啊？是换了个主播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。好的 ，OK， 我们打完了那个鬼娃娃，所以要打那个，他叫什么？反正就是胖胖的那个，然后很丑的那个啊，吹在水里的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很可怕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在水里的感觉。嗨，谢谢你的双面胶，双面胶资源来了，谢谢一家的双面胶。耶、yeah, ，就是双面胶非常的万用。大家示范，是呢，因为粘在皮肤上不是那么好粘，就是，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。因为我这边有上一层那个就是有粉底，所以它就是每次撕起来的时候不是很好撕。报警是什么意思？好笑！等一下，对他应该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因为有那种常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妆啊什么的。因为其实我有女生的，就是女生的假发，然后无聊就会拿来玩这样。然后他们也有看过，我就是戴假发的样子，所以他们就是没有不习惯。OK。下来之后呢，就是粘上去，就是让它不要跑掉。因为这种的，就是要修脸型，因为通常我们就会贴在颧骨上。一家很淡定，快消暑。好啊，只是怕大家不习惯我的。妆容有没有就是没有剪得很好，所以它会看起来好像不一样长。等一下，我这样看不到，那我要对着镜子。它其实也有可以，就是有一点拉提的效果。然后因为通常。就是你看这样它就比较不会跑掉，但是我还是会补一下这里，因为我要让它有一个弧度。就很可怕，因为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妈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すいません。我看不到，撕不起来。我决定直接把它撕起来。然后粘在这里。比较麻烦是，就是如果事后要把它，抓，就是那个撕起来的话，会比较没那么方便。这其实就可以用那个胶，就是那个定型液，只是因为我的定型没有那么的浮夸，没有到那么的有用。差不多，就是就这。
是一出通常会塑造型，只是因为我没有塑过男生的造型，所以就是随便抓好看的样子。差不多就是长这样的，就是长这样的啦。嗨，好了，手上都是胶。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每次用完假发的时候手上都会是胶。对 ，OK， 这是我的抹茶。他们的正太惊吓之旅什么鬼，正太惊吓之旅什么东西，正太惊吓之旅即将开始。好难哦，我完全装不了男生的声音，太难了。OK， 是真法做的哦，没有，它只是比较好一点的材料，但是不是会是真法，因为我也不太敢买真法，其实因为真法其实会有比较多问题。OK， 然后我们再要打另外一只，哈哈哈哈，等一下我按错了 ，Hello， 不要给我浇水，谢谢。浇水是什么？不要给我浇和那个药水。我想一下，我在思考下一步要干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门，捐头发。听到有人要捐头发啊？谁？你是我们的人吗？羽毛今天没来吗？羽毛现在休息，所以现在是换我阿宇来带各位来。啊我一个惊吓，我没想到一开门就有剧情，你知道吗？我问号。今天的阿宇要淡定，要淡定。男生要淡定一点，对。所以今天的我会比较淡定一点，大概啦。好了，他跑掉了。然后。现在是要干啥？哦，是那个刚开始刚开场的那个他的朋友嘛，算朋友嘛，就是很像他朋友的人。路易莎 ，OK， 他是不是挂了呀？他不会真的死掉了吧？好哦，有点麻烦。我现在好像哪里 ？Oh my gosh！ 哥说的对，对，我们的小可爱要休息，小可爱，我的小公主要休息，小公主，为什么还会有狼？好奇怪，我以为没有呢，就是，我以为不会有，我以为都打完。所以还是有一只，可是他说他不是狼欸，那他不是狼是什么？黑黑的生物，那是毛病，头发还长。你知道刚刚那只袭击我的那只吗？看得出来，他全身都是毛欸。我现在哪里？路痴状态。哦 ，OK， 有点担心，我换个散弹枪。有声音，但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不到他。
死了吗？变男装的我非常的勇猛。什么鬼？男装什么奇怪的魅力吗？有什么奇怪的功效吗？还有旁边有武器可以要捡哦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有武器吗？我刚好看武器了。我刚有看到，好像不是武器，但是我刚有捡到药水，然后还有什么药？我刚刚捡到药草跟子弹，但我没有看到武器，是不是还没到啊？我现在在就是那个小屋里，有一个挂掉的人的小屋里，但我没有看到枪哎，是有看到子弹，有点不对，药草，但没有看到子，没有看到武器。不要立 flag 好了，有可能。刚刚我听到声音的时候，完全不知道他在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直，我就是按着那个防御，然后这边晃，然后终于看到他了，笑死！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从哪里出现。总之呢，就是挂掉了。OK， 哦，有一个钥匙，是不是？ 我在干嘛 ？OK。等一下哦，那叫什么奇怪的讯息？好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我男装真的算可以，就是不要大笑，不要大笑，大笑就崩坏了。但是就是微微的笑的话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可爱的男生，可爱的男生，看起来像是有一点点可爱又一点帅气的男生，自己说。哎，不行，我真的看不到我到底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。就是听到声音了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的状态。有点麻烦，因为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去哪。OK， 总之就是先来。捡一堆小垃圾。哦，真的很不喜欢他的视角，因为太晃了。对，我刚刚完全找不到怪兽的方向，就是听得到声音，可是每次都看不到他在哪，就觉得好烦。在里面吗？在这附近有声音，但我实在是无法分辨它的声音从哪里来的。天啊，真的看不懂，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声音到底在哪里，好可怕喔，怎么办呀？现在是就是完全不知道声音在哪，所以有点难预防。他就会可能就会直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之类的。因为是我现在真的超不喜欢这个视角，就是有声音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从哪个地方出现。蘑菇头很难念，因为会一直晃，然后我现在就是你知道，就是、眼睛很酸的状态。我在哪里啊？迷路状态中。OK， 这是下面是不是？看一下哦。好的，
为什么有声音，我就是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，好困扰。怎么一直？好，这也不能用，用就得绕了。很近的那个声音，我看不出来在哪。到底在哪里啊？真的听不出来。哦，这里面。你刚有看到怎么不见了？到底在哪里啊？OK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是顺便杀掉了，因为实在太吵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叫的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吵，有点烦人，所以我想把它炸掉，然后捡东西。这好像是我之前走过的地方，对吧？好像是刚开始有进来的地方。我没有看到钥匙、欸，完了，我在迷路中。应该在哪里啊？应该没有走错吧？对，应该没有。吧，我真的会被我自己吓死。我走过这个地方，啊，我走过这个地方，哎，嗯，你从这里过来是吗？奇怪，我迷路了，这里出不去了，这里不能出去，啊。天啊，我真是路痴哎，完了，迷路大王，喉结，我没有喉结，我真是没有喉结的正太。谁说男生一定要喉结，对吧？需要我再把武器吗？在哪里啊？一开始的地方。啊，这是路痴啊，怎么办？不是一开始的地方，是我开始走进来之后的哪里啊？我想是，现在真的是超级路痴。啊，好难哦！现在躺在哪里？是这里吗？有宝物的地方的感觉。我走过这里啊！我看到了。是什么？不是，啊，三个啊，这个，我开到了。OK， 应该是这里吧？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吗？他这里没有武器耶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好黑啊！天哪！哦，有了。看一下什么 GM79 是不是 GM79 一定要用到这个东西吗？之后会用到吗？有点害怕。谢谢无糖的祭点扇。有点枪，我会用这个东西吗？
但应该不会用到吧。曲酒是什么？曲酒，居宴曲酒。为什么还是红色的？不是拿完了吗？啊，在这里，开锁工具。OK。还是不能去过去哦。怎么那么奇怪？像我要往哪里啊？这不都去过了吗？这要怎么出去啊？怎么看不出来？这好像是这个门吗？完了，我迷路了。这台到底要怎么走？黏液前面，它是清黏液用的。这里过去，那里过去我要怎么走？谢谢看我们的真情告白，园丁家有，可是我现在在思考要去哪。我现在是路痴状态。教会，我现在在刚拿完武器嘛，然后我要往哪里走？需要走回去吗？风车在哪？风车的方向，我刚刚就在风车这里啊。这里不是风车吗？我拿完武器了之后要去哪呀？这是路痴耶，我真的是超级路痴。有风车的方向啊，风车在哪 ？I am lucidus. I can't see anything. 我起来都看不见啊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我没有来过。停。风车，我在思考风车在哪。啊，是这个吧？黄黄的路线是不是 ？The reservoir 啊，水库。The reservoir 是吗？啊，我看到。Wow, so powerful. Oh my gosh, so disgusting.也太恶心了吧！这个，好恶心的黏液哦。OK， 对，我们到了这恶心的地方。反正我自己超难的，从那边锁住了，我要往哪里走？锁住什么意思？好，马姐，啊不是锁住了要我要怎么走？我还要用这开枪啊？真的假的？刚才已经没有子弹了、啊。哦，还有啊，我有没有？哇哦 ，great， OK， 爬楼梯，跳上来。有猪猪。关一关，啊！怎么打一下没死？太扯了！失手！哎、啊！
我没有要用血的意思。算了，都按了，就这样吧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应该要拿什么道具之类？结果都没拿。我有点担心，我后面都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多东西都没有拿，没有剪，就是它有些黄黄的那个提示好像都用不了。OK。哇，这个大尺奇兽照片哦，可以存档 ，great， OK， 这是什么升降机？就是这个，嗯哼，哦，还有地下室。有点害怕。嗯，什么都没有。Great。也太远了吧，我知道降到哪去。OK， 应该是王子也没有错吧？等一下，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这地图有点可怕啊！好吧，又是从那边锁住。是哪里啊？太可怕了 ！Oh my gosh！ OK， OK， 那之前有经过这里吗？这里也太恶心了吧 ！Oh my gosh！ 我怎么没有印象他们有经过这里？可，这不能过 ！Oh my gosh！这是什么迷宫？天哪！我又走错了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奇妙的地方啊！我知道这里，啊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啊，不能影响，我影响。哟，哎，吐可怕的东西。手臂。これはもらっていく。待ってくれ。それはお母様の大事な。他为什么还要跟他说我要拿走？あいつのものじゃない。他就直接走就好了，就好了。我问号，你为什么要讲呢？お母様のことってどういう意味なんだ？到底？我问号。谢谢建国的枫叶，谢谢祝言的记忆点赞。それがないとあいつらにバカにされちまう。俺、あいつらを出し抜きたいんだ。知ったことか。待って、もう少しだけ。頼む！ 好讨厌。
だな、お前。話しすぎだ。終わりだぞ。入り口を塞いでやった。何言ってる。ここは俺様のテリトリーだ。お前はどこに逃げられない。那可能好像好像好像夜神月了，笑死我！我一直按错键。可是我现在到底要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要从哪里走？哎，没办法从这里。好，不是从这里走，所以还是我要走外面。嗯，呀，我还是看不懂我到底要往哪走，这种。哼，等等，有别的路吗？等一下，跨博太大，求救啊！我好像没有子弹。可是他不行，好像没有子弹，所以我要往下走就行。那我没有子弹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到底要往哪里走？OK， 等一下。就是这，他帮我开那个路了。手，是他那个没有办法装子弹的。好吧。嗯，现在到底哪里啊？就是另外一个地方。上面走出去啊，就是这个充满讨人厌的水的地方，还有那个可怕的怪物，然后这有点难走，就是会有很多奇怪的走法。拿到什么地雷？船的钥匙放在矿坑里的小屋，这很重要吗？有点担心，我每次都会漏拿东西。这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汪，汪汪，汪汪汪汪汪！啊，可怕！天啊，我讨厌这里。一定要坐船吗？啊，好烦哦！那里有宝物哎，可恶！我到底要坐，我到底要怎么走？天啊，俺害怕 ，NG！ 需要船的钥匙，就这么点，やばいよこれ，やばいよ，全然わかんない。欸，等一下哦，先往哪里走啊？也不是这里啊。我卡住了。欸，这里不能直接走，那里也不能走，那我要怎么过去啊？やばいよこれ。啊，应该要个提示什么？矿场那不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吗？啊！
やだやばいよ。あお前を何里？あ可恶。哦天呀！哦我的天呀！看坑里的小屋，小屋是哪儿？啊！我不想要进去面对。我刚刚听到什么声音？上面吗？哪里啊？啊，不是吧？哪里可以拿？这里有小屋吗？一定要进去吗？啊！这够用吗？我的子弹。榴弹，它到底有几个子弹？好奇怪！刚刚总有，现在又刚没有，怎么现在又有？小屋是刚刚那个地方吗？这地图上好像没有别的那个。这里吧，小屋是吗？不是这里，这里要怎么过去啊？我卡住了，小屋，我来到小屋了，可是完全看不懂要去哪儿拿钥匙。天哪，这里不能过呀，不知道。后面那里吗？等一下哦。こっちはダメか。这都要往哪里啊？我现在问号问号怎么？然后又没有子弹了。有吗？没有吧？可是刚刚那个小船不能啊，而且我这里我进来的地方。没有什么小屋欸，所以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？外面吗？我想应该是在外面吧，不是里面吧？船桨，完了，完全不知道在说啥。这里完全不能走了呀，所以应该不是这里吧？哦，还是可以、啊。这里吗？可是好厚、哦，这好像打不掉。哇，这个一样用这个，这过不去了呀。小屋里面是刚刚那个小屋吗？是我刚刚去的小屋吗？是已经出去了的，出去外面的小屋吗？是在外面的小屋，还是我刚刚，还是我刚刚聚？看起来没什么差别。
怪的，我没有看到怪啊，是已经出来的地方吗？还是里面的？嗯，好难懂啊。这也太难了。不是，我里面进不去小屋里耶，而且我把刚刚的子弹弄掉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用那个子弹。重来好了，现在不知道我到底在哪。旁边有树吗？那是外面吧，不是里面吧？这里面有树啊。现在在地洞，地洞，很像地洞的地方。现在在隧道，隧道。哦，看到了。OK。从剧情这里开始好了，有点看不太懂。小屋门没关，我没有看到小屋啊。是我刚刚进去的小屋吗？就是有笔记的那个小屋吗？还是哪一个啊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。是船旁边的小屋吗？还是我现在剧情这个小屋？因为 这有点差别，应该是剧情的小屋吧。因为外面的那个小屋里没有钥匙啊，就是只有那个笔记，但是没有钥匙，所以想说应该是现在这边的小屋吧。あいつのものじゃない。下楼直走。我刚刚下楼直走，怎么没看到？お母様の子ってどういう意味なんだ？お母様、我が子を取り戻したいんだ。下楼梯。可是他没有楼梯吧？就是他那个路被封住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下去。バカにされちまう。あいつらを出し抜きたいんだ。待って、もう少しだけ。頼む。好，跳过了。然后呢？下楼梯是不是？现在下楼梯。现在下楼梯。现在下楼。等一下哦。どうやって出るか。わかんない。好，我现在出那个矿坑，现在出了矿坑，然后变浅浅的，刚刚是地的，现在变浅。QQ， 到底哪里有小屋啊？我干奶。下楼梯，可是那里已经没有楼梯了呀。好，黄色的是不是？下楼梯，这里有楼梯吗？这个算楼梯吗？
柱子。啊，还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应该会有黄色的图示吧。旁边的木头，直走的地方吗？看一下好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？这里吗？嗯，好像没有效果的。到底是要打哪里的呀？嗯，为什么这里没有效果？黄色胶带有吗？我没有看到啊。可是自己的都没有黄色胶带，是刚的地方吧？这也没有黄色胶带啊，是还在进去矿坑里对吧？拿刀砍？怎么拿刀砍？没有用吧？嗯，但是没有黄色的呀，我没有看到黄色的布条，所以只要直走就好了吗？我不需要进来，我不需要上楼，是吗？我不用上楼吗？这不需要上楼，我现在在一楼。こっちはダメか。他讲的ダメ应该就是不行了吧？这个粘液好像跟那个粘液不太一样。里面吗？木头，这个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嗯，好像不行了。在哪里？哇哦，我真的是个路痴。是还要到里面吗？要到上面吗？不用，不用到上面吗？可是我完全找不到路啊！完全找不到可以炸开的路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。这里的木头都不能开啊！呢？耶 ！Oh no！ 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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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他比我还要笨，可能不行。这时候就要问酷狗大神，酷狗大神。我来问那个酷狗大神，来问古拉大神好了，看他的那影片里应该会有，有困难耶。要上去对吧？嗯，右边、左边，走左边，可是左边不能上去啊。哦，就左边上面是不是？嗯，那我怎么没看到什么黄黄的柱子？哦，在这里啊，原来这里有路。
笨蛋的我，我完全没有看到原来这里有个路，太棒了！Thank you， 谢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终于看到路了，我刚完全没看到路。打开地图还发现原来这里有个路啊，快笑死啊！真的是路痴哎，我真的看不懂地图。嗯，哇哦。OK， 我不用问酷狗大神了，我找到路了。快笑死我！哈哈哈，没有，他比我笨。旁边有多尾怪，有怪，我看到怪了。怪啊！这个声音有点大呢。我在思考要不要把它杀掉。好危险哦，感觉超明显的。太可怕，太可怕！火药有啊，有。天哪，太多尸了吧！等等。这个不好走，太多只了吧？怎么刚好都在那里、啊？这要怎么绕啊 ？Oh my gosh！ 太多只了，对啊。一个很尴尬的点，他们全部都在那里耶，我要怎么过啊？天哪！好吧，小小。现在是好大只哦，我不敢动。我技术很烂，太难直接爆头了。
そう。OK， 杀回来了，太可怕！只打了两三只吧，因为不想浪费子弹，所以，呼呼呼，太多只了。OK， 回去，好危险，好可怕！用榴弹，它没有很近，但是就是不太想打。OK， 再来回来。有怪吗？哪里啊？那个可以提示一下吗？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哪里呀？哦，在上面，然后哪里呀？Yes， 哦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只啊。Thank you， 哈哈哈哈，太傻，只是我想拿上面那只的，它死掉了、欸。可是我拿不到他的东西，捡不到，可恶！好吧，不能捡他的东西，可惜。谢谢顺顺的地点扇，手弹，子弹。OK， 等一下哦，现在是智障，不知道怎么开这个船。对，哦，自己过不了，可恶！我想要拿那个宝藏。结果他不能过，可以冲撞吗？冲撞啊，好像要绕一圈了，好吧？是有隧道啊，那里。哇，酷欸！哦哇哦！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来对地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够可怕，而且这完全没有办法攻击。我来对吗？这是一个很像，为什么水坝？啊，这是水坝。Oh my gosh！ 你们吗？对呀，我现在在水里好像有点很危险。哦，我是不是？我现在不知道去哪里是重点啊！哈哈哈哈哈。OK。今のは怪物です。大きい、すごく大きい怪物なので、ダメなの？いや、嘘でしょ。いやー、ダメかー。やばいなー。こっち？こっちもダメか。うん、じゃあこっちしかないよね。OK。应该是，可是我刚刚那个地方，可是刚刚那个地方好像过不去哎，就是宝物的地方，怎么办呀？是不是还要绕很多很大一圈呢？所以我还要再怎么讲？我是不是还要在那个就是？在坐别的船是不是？哦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假发，这不是我真的头发。无聊的我想要停在这里看看。
这次好像停不了。哦，不行。所以我等一下下船之后，会再搭别的船就对了。先下船，还是我还可以再绕？还是没有啦？嗯，这是绕完的意思吗？你刚刚绕我完全没办法，没有办法过。在奇怪的小屋里，就在小屋里。何に？何に何がよ？おお。ああああ。あ、そこ地方。ここで再会するとは残念。へえ。クリスか。お前、ミアを殺して、次は俺だけか。隊長、外で異常な揺れを観測した。すぐに移動しよう。揺れたと。不明だが、このままここにいればミランダに知られる。おい、待て、ミランダだと知ってるのか。黙ってろイーサン、お前には関係ない。サンプルの分析結果、やはり得意金とつながりが。これ以上は首を突っ込む。おいしゃれだよ。わお。Oh my god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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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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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it. やめなさい、やめなさい、やめなさい、やめろ、やめろ、やー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怖いよ。やば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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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やばい。我讨厌这一段。我刚刚我之前看古拉在玩这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段我觉得我应该会爆炸。好可怕，等一下。这个只有 C 区的，在下面，好麻烦哦。这样我还要就是，我还要下水一直。对啊，然后我的双眼皮贴是很明显的。お前はその時間稼ぎか。是半人半鱼的生物的感觉。何の話だ。お前じゃない。お前なんか変だぞ。すごい。キ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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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やめろやめろ。怖怖怖怖怖。那我是，应该不用把他打死。はい、行きましょう。あんなのどうすれば。私も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、それは私の問題でしょ。やばいよ、ここ。いやー、時間回来的地方吗？是是不是不是不是。我根本不记得宝藏在哪里了，对。太遥远了吧。OK。好，中二。是帅哥。やばびっくり。もう本当嫌い。あーこれね、ここね。嫌だなここ。あ、Duke。Oh my gosh。I miss you so much。哈哈哈！终于看到你了 ，Duke。真的是要找他还真难。
しよう。うわ。この程度のカスタムでしたらすぐにできますとも。少しお待ち。在弄我的枪。哎，切死切死。よきひよ。TAC。今回はね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闪光是什么？ OK， 高背景，枪托，改良手柄 ，M199191911。啊，等等哦，现在思考要买什么东西，应该不需要吧。啊，对，厨房，我在找厨房，找不到。哎，怎么都缺那个东西，好烦啊！缺一个，缺什么鸡肉？刚刚其实有鸡啊，但是我没有看到，被他跑掉了。等一下，这点我的理解能力会有点差，我需要研究一下这个部分的那个的解谜要怎么解，但看不太懂这个解谜是什么。什么是橘蓝黑？转动风车发电，转动风车发电，拉动水闸摇杆，打开水闸。转动风车发电，是要自己转的意思吗？就是可爱哟。刚刚的风车吗？啊。やばいよ。行きたくないけど、行きたくない。Oh my gosh！ 可以直接跳下去，快笑死！好，不行，再望一下。Duke， 你是生病哦 ，Duke。转动风车。天哪，你好可怕，好难啊！世界都有温柔成绩，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。有车车哎，车车。曲柄好像用太久，就都会坏掉，最好不要弄坏它。我们就一个后备的放在二号风车那里。多余骨头。啊，有鸡了，害鸡。来，玻璃弓箭。OK。Thank you。哎，还有之类。OK。嗯，在这。OK。Sorry。
God bless you。碎片，结晶碎片 ，OK。我很狠心的就把那个鸡也杀掉了，我去做鸡肉。鸡肉，鸡肉，我来了。Hey Duke, Duke, Duke。就帮我做肉肉。Hi Duke, Duke。那你该不会利用的是？就在睡觉。可以用的是这个吧。永久减少防御时伤害。缺什么？鱼肉，鱼肉，鱼肉，鱼肉是这边才有的吧？鱼肉，鱼肉，什么时候有鱼肉？什么时候有鱼肉？极品鸟类又是什么东西？哪来的极品鸟类 ？Hello。全ての食材が揃いましたな。では早速。饮料，那球球也要靠餐，靠什么？靠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靠谁？靠谁？我要靠谁？天哪！No， 我缺鱼肉，鱼肉。没有鱼肉的我找不到门。这钥匙要去哪里拿呀？是钥匙吗？也不算啊。这个到底要怎么弄？Oh my gosh！ 风车 ，OK， 风车是这个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隔一条路的那个东西，在这个吧？不知道怎么走的我，我现在。我啊，什么东西？讲蛮久，大大，有没有个提示啊？你要红鸡那边是不是？鲶鱼可以射啊，酷哦。啊，在这里啊。OK， 我上来了，风车地方，是不是要送弄这个风车啊？哦，好哦，下次再试看看。看墙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好暗呀！好像，哦，下面可以走耶。有卡吗？什么卡？什么卡？什么卡？哦，是这里啊，就是刚开始进来的地方，对吧？坏掉了那个风车 ，OK， 这里没有东西，米卡，是有网路吗？看起来好像是顺的，但我不知道大家看起来的效果是什么。嗯哼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上去，我们要下去的意思，上来吧，哥儿，上来吧，哥们儿。思考中。哦，有东西，赞赞，子弹，这个对吧？从那边好了。这个检查，
坏掉。マジかよ。然后坏掉，快笑死。重点是这样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耶，因为这个坏掉了嘛。然后呢？然后要去哪？然后这要怎么走啊？卡关有一点点。我现在断掉了嘛，那个就是可以用那个风车的那个东西。然后，哇！重点是我不知道往哪里走。等一下，哇！这要往哪里走啊 ？I am 路痴 ，this 油。哦，下去就走，下去 ，OK， 下来。啊，出去玩。那我是不是智障啊？那明明就有路，我还问了这个蠢问题。哦，怎么说？啊，哪里有路？哦，就这里，我不要！天哪，等一下 ，God bless me，God bless me， 应该是真是，等一下，很可怕的事。嗯，等一下哦，先退回来。因为我看不到我要射哪里，就是那个。他没有导致正常吗？どういうこと？やばいよこれ。ちょ待って、なんで？なんで？立ってないけど、やばいよ。あ、こっちか。あ、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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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あー、そっかそっか。あ、やばいやばい、ここやばいよ、ここやばいよ。ここやばいよ。やばいよ。一気にね。うわちょっと待って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よ。もうほら怖すぎでしょ。うわぁ、やばいよ、怖。ブラック。うわぁ、やべぇ。でっか。ちょっと待って考えてる待って。オッケー
はい、早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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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お願いします、お願いします、あ、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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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あい、やば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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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怖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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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怖ここから、まあいいけど、ここからね。じゃあ待って、私はソフト、どこにいるの今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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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早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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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はいや、はいや、うわやばいやばい、うわやばいやばいよやばいよ、ああ、やばいよやばいよ、え、なんで、早く早く、もっと早く、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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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ここはここは、待っ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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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え、どこだよ、もうわかんない、ちょっと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、お、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手、什么奇怪的蛋、そうです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、やば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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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よ、ここうわまたもうやだ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、難しいこれ、うわ怖っ、待って待って、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、うわ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え、ここはどこ、え、難しい、やばい、ダメだ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、え、むずっ、オッケ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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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あ、や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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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知らないよもうバカ、ちょっと怖っ、どこにいるの？ねえ。私はアンダのママじゃないよ。バカ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シャーシュのありや。待っ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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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どこかな？ここ。
太可怕了，姐。这是刚刚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有没有子弹吗？什么？啊，应该是可以。这一关好难哦，有点吃那个技术。我怎样呢？我怎样呢？上？上？啊，上か？あれ？うん。お、あった。他不是想要跟我讲话，对，我不管。我就想跟他讲话，嗨，嗨 ，baby。哎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跑。然后呢，我一脸懵逼。这样不能爬上去。那要怎么弄啊？嗯，哎，你可以等一下吗？好烦呐，门已变形。这样不能爬上去，我要从哪里走啊？完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卡关了，我卡在了风车这里，现在不知道怎么过。因为那个楼梯不能用，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爬，现在是一脸懵逼状态。啊，你可以不要再撞了吗？好烦哦！可以让我想一下吗？拜托，风车啊，风车，风车！我现在在另外一个风车。原来那个黄黄的我打不到哎、欸，
看不懂。手推车，哪里有手推车？这里没有手推车啊，现在在风车这里。右手那边可以右上。我打了，可是没有用。你说是打风车吗？完了，听不懂。右上，右上。哪里啊？一脸懵逼，打断的意思。可是那个胶带打不断啊，还是因为我瞄得太差。是风车对吧？是打风车吗？不行啊，我打不掉。楼梯旁边，楼梯，对啊，可是没有看到什么黄色的带章。他到底他我在想他到底可以撞多久才可以把我撞到。楼梯旁边那一颗，那一颗，哪一颗？那颗是什么？你到底要中多久？有，我没有看到啊。它只有楼梯上面有黄黄的，可是它旁边没有东西啊。它旁边就有个箱子，然后里面不能进去啊。我现在没办法进去里面。没有，我已经上来了。我现在顶楼，我现在在顶楼，我已经上来了。然后我现在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可是它的那个什么风车上面有黄黄的，可是我打不掉啊。好难哦，ダメです。 OK， 暂停中，需要酷狗大神，这时候又需要酷狗大神，完全看不懂要怎么出去。因为他那个风车我怎么打他都不会动，然后我就所以知道怎么走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在哪一段。我要转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用转耶。是要装饼子 ，OK， 先来。啊，撞了这么久都还没帮我撞到，这是系统的 bug 是不是？
系统很温柔。他撞了我，撞了那么久还没有倒。然后呢？啊 ，OK， 啊，好的。还是这样爬的呀，好妙啊，很神奇的爬法，好，可以接受。然后 ，OK， 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嗯，移动，咻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转动那个风车，对吧？我终于逃脱了这个可怕的噩梦，快被他吓死！谢谢大家，快笑死！我想说，前面那个风车到底要干嘛？因为一脸懵逼，他的宿命太可怜了，也是，他其实都是可怜人，你知道吗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不对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还说啥？还说反了。嗯 ，OK， Let's go， then， 好像就要打那只怪了，对吧？印象中，但是我们要先存档，不存档不行，太可怕。所以我们先去存个档 ，Let's 存个档。Hi Duke，Hi Duke， 按错了 ，Duke， 我是要存档的。在这。对，每次我看不懂，我要说黄色的，是黄色啊，是黄色，请问要怎么用？我就是想说，嗯，黄色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就在傻智障，发呆发呆这样。哦，有哎、那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这样是吗？看错了。嗯，可是这个是黑的耶。啊，这个是蓝。嗯，等一下哦，解不了谜的我。嗯，可是那是黑的，是吗？等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是蓝蓝白白蓝，可是中间那个是黑的，然后那边是白的。やばい、わかんない。おかしい。さ、できないけど。うん？有顺序的分别是不是？啊，等一下，看不懂。等等，是这样吗？等一下哦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图反了，难怪。等一下哦，哦，所以是这样，所以是蓝白橘哦，
所以蓝白橘，蓝白橘白橘黑橘蓝蓝，蓝白橘，蓝白橘，蓝白橘蓝，蓝白橘白橘黑，哎、okay, ，白橘黑，我眼馋了我，橘蓝蓝。原来是我看反了，我怎么看都看不了，快笑死了。好，果然今天是个小智障，今天是个小智障。名侦探不柯南。Okay. 再存一次好了。OK， and then let's go。这要什么一种学校？路痴如我。应该是从前面的地方吧。暗すぎ。跟米兰达妈妈说要五个人，她今天就从村里带来给我了。不用要让他们睡，再将恩赐放他们肚子里。哪里说了？几根？好像有四个村民死了，剩下的快变成狼人，把他送到小小实验室。我要失败，我想要更强，想要抢容器，我就做不出来。我要跟他村民。是个变态，应该就是那个，就是刚刚那个奇怪的人，弹夹。Let's go。等一下，按错，我来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说什么？麦格农弹药，在哪里？这个安装，点完，厕所 ，OK， 看一下哦。等等，这个对路痴来说有点太不友善了。但真的是米兰达的家，米兰达的家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线？线可以干嘛？管子，管子可以干嘛？为什么管子这么黄啊？管子可以拿来干嘛用？这是管子还是线？应该算管子吧。
女校在哪里啊？好像没有药水，因为前面的时候一直被我用掉。So...打完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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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最後まで汚い野郎だ。吐き気がする。そうね。よし、はい、行きましょう。看一下有什么美景。哦，好多东西啊！呜呼，哦，捡宝捡宝，哦，一一一一，对，什么？ないよね。意味ないです。意味ないです。行き止まり。嗯，刚刚捡到东西吗？哇，实在是太难分辨了。呜呼，バッカズ。やっぱすげえわ。当王者。我们这里有很多炸筒。应该都拿过了吧，感觉。哇，自己会迷路哎，很好笑。OK， 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哦、oh, ，好，好的。自己上来。出口は先か。哦，なるほどね。はい、よし。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不知道有没有少拿什么东西。刚刚那个地方，啊，还有那个宝箱，宝箱，宝箱是要怎么拿？是不是没办法拿？我还可以拿宝箱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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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写了很多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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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 次，咦，好恶哦！谢谢雪无常大师刷你，卡，那你卡的，钥匙です。嗯，よし。お。何がある？何がある？お、我不是最后那个帅大叔，虽然不是很喜欢他，但是还是得面对他。这没有见到。何が言いたいんだ？何が言いたいんだ？是思考金球在哪里？实在不知道金球在什么地方。いいか、村の外れに砦がある。そこで俺の瓶を見つけろ。できたらお前を認めよう。まずは墓地まで戻ってみな。ムカつく。谢谢阿尔法的金色金鱼。金鱼。OK。我正在思考是球球呢。Where's my 球球？欸，外球嘞！欸，外球嘞 ！Where is my 球球？没有球球。哦，这是刚刚那个地方啊。OK。总之呢，出去这个门就对了。大婴儿宝宝，嗯，不对。那什么六亿胎儿什么钥匙，非常的诡异啊！怎么办？我会不会没有拿到那个球球啊？应该有吧？应该有拿到球球吧？希望我拿到球球，还是没有啊？怎么办？我有拿到球球吗？拿到就撬开，撬开哪里？撬开哪？我要撬开哪？我好像是不是没走完呀？怎么办？还没拿到，还没到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要去找那个
那个东西，对吧？看一下能不能过去。哦，可以，酷哦！闪光，包满了。包满是什么概念呢？我按错了。天，银天使像 ，OK， 嗯，哦，拿到了那个宝箱的东西，哎，有鱼哦，鱼，是在另外一头啊，这里是没有鱼、啊，有吗？这有鱼，有吗？这哪看得到鱼啊？有吗？没有。不。这也太难分辨了吧？鱼在哪？完全看不到鱼。鱼呢？鱼要怎么杀呀？这有点难。这看得到鱼吗？我只看到一堆油亮亮的，嗯，哦有诶，肉、啊，我的包满了，好吧。看一下哦，包满了要丢什么？嗯，我想一下，我需要。弹药吗？麦格农弹药，我需要这个东西吗？是不是想要鱼肉就办？我弄得到麦格农吗？我有麦格农这东西，这是重点。拿枪射。是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可是我没有手枪哎、欸，就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枪啊，怎么办？鱼肉塞不下了，我应该是买包的，之后会拿到，怎么办？就一颗哎、欸，啊，左手。哦，放弃什么呢？放弃我的药好了。再见。药在做就有了，对。还有鱼吗？嗯，我好像要打到哎、欸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哇，这个画面我真的是完全看不到在哪。这也太不明显吧！我怎么知道鱼在哪？超不明显，那个油亮亮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哦，听到声音了，鱼呢？肉呢？肉呢？我的肉，我刚应该有杀掉吧？跨博在哪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，快丢出来！鱼，不是我刚明就有杀到啊，怎么不见？
飘起来的鱼肉，飘起来的鱼肉姐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鱼吗？没了吗？没了吗？这么少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可恶，没有了，只有两条，两条鱼。OK， 然后回来，回来这，看一下。嗯哼，嗯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好回去。都还是三条，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他因为他打叉叉了，我想说应该是没有了。打叉叉的话，感觉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实验室很突出的路线，我刚进来矿山，要上去吗？还是还不用上去？嗯。实验室那张地图，这是实验室吗？嗯，我现在我在哪里？我还没拿到球，因为我不知道球在哪。嗯，是他的实验室吗？是算实验室吗？搭电梯上去，搭电梯 OK， 搭电梯上去，搭电梯，搭电梯 ，OK， 搭电梯，搭电梯。真的可以去当帅哥，笑死！我可能比较适合变成男生。拿什么？拿那个 King 海太笑，太好笑了。是这个啊，我来呢。这是刚开始的那个门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没有用没有工具的门，没有工具可以用的门，笑死，很假。用打的吧，有两条路呢，有差吗？哦，这有东西啊。嗯，哪来的声音？听不到。哦，在那里啊，然后什么声音啊？
人鱼金球。这样飞也太难打了。我在狙击那个大只的怪物，有点困难。那途径太那个。飞来飞去的，太难了吧，一直飞。瞄不到，瞄超级久。好累哦，这两只也太难瞄了吧。嗯，那是什么？好，没什么。按眼数要数了吗？有点太久了。嗯，刚刚那只鸟好像没有尸体，是不是？可
可恶，有吧？哪里啊？听得到声音，看不到东西。哦，在这。挂了吗？哦，有，在弄。然后什么东西？然后听得到声音，然后看不到人。等一下，那有东西吗？里面？哦，在上面。OK。然后呢？这又是哪里？你挂了没？太累了。又没空间了，哈哈，还有八个 ，OK， 太多子弹了，就是一个听到声音，然后看不到脸。看不到人，这里啊，哦，这里有香香，另外一边，Thank you。Yes， 哦，太多枪了！等一下，请问这么多枪，我到底是要怎么用？我满到没有地方可以放。怎么办啊？那个什么来着？是我要拿吗 ？M1851。反正我的空间都满了，爆炸欸。哦，我没有遇到那个实验室嘛，就是，哎，怎么办？啊，要放哪？太大片了，天哪！我子弹全部都得弄掉，有点麻烦。可恶，我拿枪了，只是。很糟糕，可是它的子弹是不一样啊，是一样的。哪里啊？听到声音没看到脸，我在这里，我要杀他吗？那个很大只的那个，要把它杀掉吗？杀掉感觉好像挺好的。人呢？现在。Thank you.
里啊？不会是散弹枪，真好用。好，然后呢？怎样？我迷路了。现在思考要去哪？没有，他没有发现我。我想说我就自己把他干掉了。I'm so happy. 等一下，我迷路中。我在他的实验室里了，可是就是没有球球啊。第一个风车的地方，真的假的？是第二个风车，要回到第二个风车啊，这么麻烦。在里面是不是？我先存档。在这里面吗？旁边。这里、啊。看到了。よし。できた。うふ。翠绿。我不念了。翠绿。颅骨。是颅吗？头颅的颅。Yes。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这是比较难的、啊，是那个什么？应该是最后一只吧，最后一个都是机械的，就是。实际上生化人物那种感觉的，好像蛮难打的。然后再就回去了，对吧？回去原来的地方吗？差不多吗？真的假的？感觉比较难打、欸，因为机械的感觉就是比较耗子弹的，就是需要消耗很多子弹。
再找一个奇怪的门，我就曲柄，曲好像念曲柄还是曲柄，只是觉得很好用，真不给力。没有，幸好今天是淡定的，要淡定，对，你知道不能惊慌失措，跟这只鸡一样。鸡跑哪了 ？Sorry 啊，我只想你的肉。好，拿不了，算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哦，嗨，有另外一只鸡。哦、oh, ，拿到了石头，翠绿石鸡 and 鸡。我只想打而已，但是完全不能用啊。好的，哎、啊、呀，这可以上去，可以爬、欸。其实没有很难怪，可是习惯了吧，我觉得。哦，哇 ，cool， 这里可以走哎、欸，快笑死！这我要回原本的地方对吧？不是翠绿鸡什么？这里有个人呢、欸。哦，你死了吗？虽然这样问的没猫，但是我很怕被他吓到。OK， 原来这屋顶是可以上来的，因为可以捡，可以拿，可以捡宝，所以他可以上去，刚捡到了宝。那你爸爸来这边，哦，然后呢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往哪里？哦，那里，我想知道往哪里。有些 Rose is waiting for you. Oh no. 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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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Follow on.The show must go on. Okay. The show must go on. Hm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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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da. Hi, Yang Yang. 等一下啊，我的 Duke 呢 ？Where are you, Duke? Duke. Duke. Oh my gosh.他不是应该会有个，就是叫什么，在另外一个来之前，应该会有，会有个什么之类的吧？哦，听到声音了，那个奇怪的吼叫声。你这样，我在这里，然后我的，然后我怎么找不到那个，找不到那个机器可以存档的机器？对，回村。他有提示我要到下一个地方，就是那个什么，这就要写字，然后要我走，要我跟着他的指示走，就是跟着他那个提示走，也不算提示，是那个字幕走的感觉。对，今天差不多。来念排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第十是范围，谢谢范围。第九是亚麻路虎，谢谢亚麻路虎。哦，我的包包满了，我现在去找 Duke， 你知道吗？第八是啊，不对，第八是看我一切看我一。第七是 QK， 谢谢 QK。第六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五是幻家四，谢谢幻家四。第四是 CKUMK， 谢谢 CKUMK。第三是太空，谢谢太空。第二是阿尔法，谢谢阿尔法。第一是无糖，谢谢无糖，谢谢耶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ざーす。OK， 可是我想说，还是我先回去找 Duke 好了。可以去的，看一下。这是哪一种的？看一下。什么有宝藏的地方吗？跟擅闯人家的那个墓地，从另外一边守住了，还可以从另外一边守住吗？小刀，哦，不是，满了吗？爆炸弹，啊，呀，满了，没法捡，太低，另一边锁。就是没得办法开的意思，太可恶了。还有我有什么宝物之类的？哦，嗨，再见。养羊，可以打爆那个羊，我把它打爆了。嗯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？这里，因为这里不用过不去，从那边锁住了。所以就是不能吧，现在，好吧，没有一的地方，出去。OK， 回去找那个。No， 我想要去找 Duke。Oh, yay! Yes, brilliant. OK， 我就先去找个 Duke 买东西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东西了。Hey Duke, hi. 对，所以我来找 Duke 买东西。これはモロ様の。像我原本的那个手枪要卖掉吗？嗯。銃のカスタムも受けたまわりますよ。もちろん良心的な価格でね。うわ、めっちゃ高。超贵这个。哇塞，这把枪也太贵了吧！好可怕。卖掉马格农算是。哪一个是马格农？你说原本那个吗？可是我这个是灭狼花哦，灭狼花是不是？所以灭狼花不要卖，是这个意思对吧？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，听起来就是卖之前那个灭狼花要留着 ，OK， 留着。跟他子弹是一样的吗？他是用什么子弹？他是用麦格农子弹不是吗？可是麦格农子弹很少哎、欸。
我记得那个散弹枪可以卖掉吗？因为散弹枪其实有一样的，就是有一个是 M1897， 一个是 W870TAC， 是不是可以卖个掉啊？武士の格好は何よりも重要ですよ。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。可以卖1897，一八九七什么？1897要卖掉是不是？卖掉 ，OK。武器は買い戻せますのでご安心。等一下，1877，等一下。すべては投資の一環です。この程度のカスタムでしたらすぐにできますとも。OK。弹夹装比较多，可是它其实没有装比较多哎，因为我有改过。哇哦，好贵哦这个。啊。有我刚刚买，所以其实空间应该够。OK， 就是好，真的结束，然后把我刚刚的东西都卖掉，把手枪卖掉，然后就改造一下手，改造一下手枪，这应该有比较好一点点。OK， 嗯，今天就到这啦，今天是可爱的小正太。感觉有点像那个，安山不是大子里面那个领月的头发，超像的，因为长度差不多，然后刘海又有点像，因为我不太会修男生的头发，所以其实这边应该是可以再修个那个，层次，如果我还没有大修，公主还在睡觉，我的小公主还在睡觉。可能下礼拜就会见到他，不错，不下礼拜，礼拜三就会见到他。下礼拜什么时候？周深，好不？难得衣服没穿到见，因为反正就是我的 size 的衣服啊。这本来就是我的 size 的衣服。我是阿宇，阿宇，有空叫妹妹，笑死。是阿宇です。では、皆さんおやすみ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好好玩哦！第一次扮男装，好像还可以。吧，吧，硬要加个吧。双胞胎妹妹。拜拜，加拿，哎，转学来的学生那什么？哦，你是说南纳诺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应该是吧。
虽然我都叫那个他的名字，我都是听另外的比较多的。那叫什么？另外的名字怎么讲来着？都忘记了，我只记得女主角的名字。应该是哪一出吧？奇怪的转学生，就是那个转学生。看完了，我很早就看完了，因为原本第一季我看完就蛮喜欢的，所以我就是有看第二季。对对对，有点像富江的感觉，所以我很早就看完了。那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完了。哎，点名晚上，欧亚斯尼，欧亚斯。